有，他们两个插在一起有点搞味了。大家好，我是林啊，你飞快啊，因为我听到啊，林动啊 ，OK， 今天呢，我就要来排一个挑战了啦，这挑战是有一点特别啦，有没有讲很特别啦？不用紧，今天的挑战呢，就像你们标题所见的那样啊啦，我要煮一些超恶心的黑暗料理，咦呀，想到都有点搞味。但我有这个想法，就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些人就是拿一些饭啊面啊还是什么食材啊我们拿乱乱掺啊，看起来很像很搞味，可是有些人讲哦，这样子吃又很好吃哦，这样子吃又难吃哦，那我这种充满好奇心的看了嘞，我老伟看了就想吃了的。先讲啊，你们这些观众，你们看了不要在那边学啊，懂吗？你们保险买大嘛，买大的话应该会便宜啊喂。就这肯定煮了吃了过后嘞，我可以平安的活到明天啊。Hello， 玩同一个梗不会显得咩哈？哼 ，OK 啦，没事，废话很多了，我们开始这个挑战好了 ，Let's go。OK， 今天的黑暗料理我又煮一个饭一个面的啦，就先拿一包 Maggie 面先。我看见那边现在有咖喱粉了，就用咖喱 Maggie 面啦。然后我有点忘记他们那个网上黑暗料理是怎样煮好的啊，还有什么 Mellow 粉？但是我家里没有 Mellow 粉嘞，我就换一下啦，三合一的这个咖啡粉。然后我口味一二，然后再加一点啊牛奶，然后哪个小辣椒比较好吧 ？OK， 就是这样吧。人家只是加梅洛粉吧，那我再加一点牛奶跟那个小辣椒。然后饭呢嘞，我要做一个炒饭。我上网看到他们讲有一个是什么巧克力炒饭啊，哇，老伟那个真是能吃的咩？我又很好奇哦，所以就拿一个鸡蛋，巧克力，我拿这个巧克力 ，OK。然后加买饭来炒饭，哇，这真的是有点黑暗料理嘞。我觉得我这样子做的跟网上很有点不一样嘞，要不要来点自己的特色嘞？自己黑暗料理嘞 ？OK， Maggie 面是有自己的特色好啦。然后这个炒饭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掺起来更搞味嘞？炒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配呢？配个手打饼下去。电了电了，林董真的是傻了。OK 啦，所以现在开始我的黑暗料理的主食吧。OK， 现在呢我就来先煮第一道的这个 Maggie 面的先了啦。哇，很干净的嘛。啊，我想到了，这个我要讲给它变黑暗料理，就是。我不是有一个咖喱粉哦，它跟它里面这个清汤的粉，清汤的倒一半，咖喱的倒一半啊，就是这样啊，这个不搞味啊，这个，然后小辣椒我就挑两条这样啊。老伟，这样子掺哦，加买牛奶小辣椒我还不怕嘞，特别是有这个东西耶喂，啊，哎，吃片鱼饼定下心片。那你们怎么飙血啊？我这个是逼不得已啊。你跑电台啊？哎，水姑娘，放面去。来来啊，还没开始玩呢。来下那、这个搞个半包，然后咖喱也是搞个半包。哟，他们两个掺在一起，我觉得搞味了。啊！哇，味道又很香一下哦。OK， 各位，重头戏来了啊！这个三合一咖啡的，我拿差不多这样子一汤匙了。刀，这搞味啊！它的味道有点奇怪的，耶！给你们看它颜色，有点巧克力色的喂。来，剪掉辣椒，这应该又甜又辣。哇，那个辣椒味，然后加一点牛奶下去，我都不敢看呢。味道有点难形容，你看加了牛奶后就变成这样子了，然后还有小辣椒，哇，你看它干了，要死哦，这个东西这样子吃，它要等我走车哦。我让你们也可以啊，来上菜上菜。哇，那个味道，你看，哎呀，这个东西，哇，
先搞味的，我要不要先试试看呢 ？OK， 不要紧，它还很烧，我们先给它冷先，再煮的炒饭那些。现在呢，我拿了巧克力，我拿一条出来就可以了，然后中给它碎，OK， 做差不多样子碎碎，就先放住先了。好，现在开始炒饭。哦，是哦，还有这个饼干，我是要掺摸啊，掺炒饭一起。啊，巧克力跟苏打饼啊，先打蛋去炒先。给蛋它添香了啦，倒放下去，这样子就很香啦。倒点酱青。OK， 准备好了吗？做大饼跟巧克力啊！哇，它巧克力的味道上来了，有点像 waffle 的那种感觉，懂吗？那种巧克力 waffle 的感觉。其实哦，它饼干我已经看不到饼干在哪里了，给你们看，看到吗？它的颜色这应该是巧克力融化的，那它饼干哦，这里看到了饼干，还是有看到一点的。可以了，起锅上菜。巧克力饼干炒饭，好蓝呢！你们看它这个变的这个颜色，你看它这个饭，哇，老伟，我觉得这个面比较搞味的喂。我来试吃啊，OK， 一个饭一个面啊。现在我就先吃这个面了。哇，我嗅到味道，我想吐哎，你很难形容哎。哇，先喝看看汤先。米白色的，跟上次那个汽车差不多了。这比上次还紧张，这是黑暗料理耶。哇！恁老兄，哇，它的味道，哇，真的不好再形容的味。你一喝下去哦，还有那个咖喱的味道先，然后就开始带点咖啡的香味哦，就是咖啡的香味。它后面就开始辣，小辣椒的味道。来试看面，哇，的味道我不敢嗅。哇，还没吃过这样的明一面，都是自己找食的。OK， 再来试试看这个炒饭，哇，它的味道也是很难形容哎，看它还有饼干呢，看，试看饼干先，有蛋的味道啊，来，我们来试试看呢，那有巧克力的，有饼干的，也有饭的，好吗？巧克力、饼干跟饭。哇，有点不想吞哎！哇，我没试过吞个炒饭那辛苦了，那味道哦，它一来是那种巧克力味鲜，甜的，甜的它都带那种蛋香味，咦呀！特别的好，哎，我们不要浪费食物了，我们来把它吃完它了 ，OK？ 你们不相信啊？我吃完了。这条啦，一二三，吃完了啊！好啦，觉得影片呢，老实讲呢，就是发自一个好奇心来拍罢了，因为一直都不懂咱们网上讲的那种黑暗料理是什么味道是怎样的嘛，所以就想自己来试试看一下 ，OK？ 所以影片就到这边了啦。啊，你们记得不要试啊，不要害到你们啊！啊，你们要试的话，就是那个牛奶 cheese 咖喱面，那个就真的好吃啊 ，OK？ 你们喜欢的话，记得不要忘记订阅、再别分享，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铃铃铃！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one knows I started demonstration for me.